刚刚六出头的111年4月30号，台北树立动物园，12:23，丑拍的是有一只正在睡觉，有一只感觉快睡着了，有两只斑点猎狗。啊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片，跟爸爸掌门多多点我们的一起逛好。一只小乖雌性的，一只小白雄性的，体型较大，好了，谢谢刚刚落下面的妈，咱们多多点我们大家。哦，那只起来了，他是小白哦，还是小乖哦？他说乖乖白，乖乖牌。啊，拜拜，嗯，走吧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哦，哦，好可怕哦！好了，谢谢哥哥，我小妹跟妈咱们多多点的一起逛，我要来看看看有没有非洲象。那这边是展示非洲象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喜欢片跟妈咱们多多点我们的就完美，那拜拜。